同学们，展现你们歌唱才华的机会到了，第一届圣音好声音华语歌唱大赛现已隆重登场。我们的主持活泼开朗，幽默风趣，我们的评委家喻户晓，实力超群。我们的嘉宾声音甜美，才华横溢，我们的歌手朝气蓬勃，整装待发。海选期间，同学们踊跃报名，评委们认真评审，仔细筛选。现在十位圣音顶级歌手已经脱颖而出，成功晋级初赛。他们如果想要进入决赛，荣登圣音好声音的龙虎榜，决定权就掌握在你们手中。现在就登录圣音好声音的官方网站，投选你心仪的歌手，网上票选得票最多的前六名选手，最终会走上大决赛的舞台。进入决赛的六大歌手名单将会在8月8日公布，请同学们拭目以待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音乐盛会的到来。8月30日，让我们一起在学校礼堂唱响青春，放飞梦想。